这样才好。Thank you.
痛吧？痛不痛？我打的不痛。起。我是这样说，有没有？没有最好，快点上去，换人。上。
还没有数完你们就下来，你不数吧，我的一我在号，我在数，二点八，二点五，二点三，二点一，好了，数了一，数了，起来，我们先把肩膀开了，肩膀开了就是两个，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是要干教育啊，对，但是因为五点五的肩膀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肩膀打开，来。对，开肩膀不是开腰，出来。啊，是的吗？开肩膀吗？哼，对，不是。上去。嘿嘿嘿，聊着聊着挺开心的。并脚，并脚，快点。我们再练15分钟。我们再练15分钟的肩。是
不是还在说废话？再练十五分钟肩，练五分钟体能啊！你看我体能十五，体能都随便练15分钟，十五分钟肩膀，十分钟体能，准备，五六七。Thank you.
同学手不要这样子抓，这样来起来起来，所有同学手不要拉这样子，这样好不好？像中间握一个鸡蛋一样，像打开那个鸡蛋会有裂掉啊，像中间这样啊，再下一个。好，然后我跟他拉他，对，在他后面，然后他大手一向下找，然后他的手，五六七个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六七走下一招，一、二。三四起，好，你和他反方向，向老师反方向，你过去，你来，快点，老默契啊，五六七走下，你看我拉他大腿，对不对？一个手推着他的背，一个手推着他的手，背是帮他，手上在，手上在他背的时候，手是帮他往下压，配合上我们的这前面这个手，一起，二三打四起，每次是一二三打四起，好吗？两个人配合，快，好。还有做动作的同学，手一定不要这样松，一定要这样子，要不然你会滑到他脸啊！我上次问一个学生，上次问一个学生，手真的好疼，滑到我脸都全，就是一条一条状的，就全部是红色的，就是被指甲刮花的那种，滑了一两次才好的，真的很痛的。我跟你讲，来下去，所以你们不要这样，下一次不要这样子甩，一甩就真的很贵，就这么往上飞，好吗？好，给你学一下，起来想，起来感谢。好、啊。
三四走，五打敲，七八走，一打二。哎，你们三个站的太轻松了吗？人家都已经敲完三个了，人家都敲完三个了，五六七走，一打二，三四，你看打地板了啊，六。
Thank you.
啥？多累，多累，走，还四，走。